请掀开《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科会》第十七面经文，倒数第四行看起。经文倒数第四行：为人弟子，当孝顺于善事，慎莫举恶意相思，恶意相思是恶意向佛、向法、向比丘僧、向父母无意。天所不服，地所不在呀。佛这一段呢，这个开示啊，是这一段当中的总结啊。我们在课题上啊能看到啊，这一个大段是四谛之分，里面呢分两个大段，丙一啊，四谛之分呢；丙二，四生之行持。这是第一个大段的总结。总结的话说得很重。为人弟子，当孝顺于善事。古时候的人观察一个人，特别呢是要用这个人啊，让他担当啊某一个职务啊工作，选人的标准呢一定啊要看他的父母师长祖宗啊是不是有积德啊。我们读古书晓得，孔老夫子的母亲啊，他母亲的父亲呢，那就是现在讲的岳丈啊，他的老丈人要把他的女儿嫁给孔子，嫁给孔家啊。他观察什么呢？观察孔夫子的祖先是不是积德的，打听打听孔老夫子祖先好几代都是积德了。他这个老院长很欢喜，这个家庭后世一定会发达，把女儿嫁给他啊，嫁给孔子的父亲，以后生了孔子啊，那就是孔子的外公啊，孔子的外公是孔子父亲的老院长。
现在是民主选举的制度，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选举人，这个国民选举人。我们选什么人呢？我们要多打听打听，这个选举人呢，他的这个父亲、祖父、曾祖父有没有积过德，有没有做过好事，这样选就不错了。一般小的职务，这个长官任用这个部署，多半是看他的老师，他跟哪个老师学的，看他的交友，你跟哪些人做朋友。所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你跟那些你的朋友都是好人，你不会坏到哪里去。你的老师好，所以名师出高徒啊。人家总要打听打听你的来历。那么要了解你的老师呢，也容易啊。观土而知其师，看看你的学生不错，想到你老师一定很好。你是老师教出来的吗？观师而知其徒，观徒而知其师，师徒，你就想想那个关系多么的亲密。老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老师，你受到社会大众尊敬。老师任意批评学生，学生随便批评老师，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大众对你失去了信心，不但恭敬心没有了，信心都失掉了。所以前面讲还子少生，道理就在此地。接着佛给我们总个做个总结，为人弟子当孝顺与善事。我们选择老师非常重要。选择老师怎么个选法呢？看这个老师是跟谁学的。多打听打听。他的老师好，那大概他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们选老师凭这个。我在早年年轻的时候亲近方东美先生，打听说他是桐城派的后裔呀。方苞的后代呀。就知道的家学渊源深厚。中国国学的底子好啊。又在外国读书。年轻的时候就成名啊，成为名教授啊。我多打听打听。再打听他的他教的这些学生。仔细观察学生当中的成就。那个时候我们对于香港新亚书院的院长唐君毅很佩服，他写的东西不少，我看过。
啊，再一打听，唐君毅是方东美的学生。啊，有这么好的学生，老师还会差到哪里去呢？我们从这里奠定了信心。啊，所以要亲近一个老师，一定是先打听，哦，这老师好老师，善师是好老师啊，不是盲目去追求啊，不是的。啊，我在那个时候，在台北认识一些有名的教授啊，十几位当中再选一位，我跟他学。啊，那么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印光大师，这还能错得了吗？啊，他的教是梅光系居士，啊，跟夏莲居是老同参呐，在当时。佛门里面称之为南梅白下，啊，梅光系是江西人，夏莲居是山东人，啊，这是在家居士的两位大德，啊，他的净宗是跟印祖学的。啊，我们看他的老师，啊，观思而知其徒啊，他学的的确很像啊，没有违背老师的教诲，啊，我们就肯定他的老师真正是个好老师，是个善知识。啊，张家大师啊，是藏密黄教的传人，四大喇嘛之一。啊，都有根底的，都有来历的。啊，那么在我们中国人讲的是都有师承，啊，重视师承。跟定这个老师了，决定没有疑惑。啊，决定不会受外面的影响。啊，不要说善知识。造谣生事诽谤伤害的人多，就是连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我们自己要有慧眼，要有定功，啊，决定不受外面流言所动，啊，我们肯定了，才能成就。啊，现在人的批评都不算数。啊，什么人批评算数呢？等我们死后了，到底下一代人，他们批评就盖棺论定。那才算数啊！所以现在人批评好也好，批评不好也好，都不要放在心上，不算数的，盖棺论定啊！
我们自己要做出成绩来给人看了。啊，这才能算数啊。所以对于老师跟对父母一样，孝顺与善事。这个无量寿经上讲，当孝于佛，一个意思啊，佛是我们老师啊。特别是孝这个意思含义我们要懂得啊，这个字是会意，上面是老，下面是子啊，这两个字合起来造成一个字，这孝啊。啊，那这个意思很明显，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不能分割。分割，现在外国人讲代沟，代沟是就没有孝道了。孝道哪有代沟呢？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你从这个字的意思去想，就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是一体，孝的理念是从这里建立的啊，所以这个符号了不起，它所代表的，佛经里面所讲的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是一体，这是什么？法身。在中国文字里头就是这个符号，这个符号就代表法身了。虚空法界过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你有这个理念，你就有孝的观念。孝的表现就是顺。普贤菩萨的十愿里头，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是把这个孝完全落实在思想上。啊，恒顺众生从哪里做起呢？从恒顺父母、恒顺师长做起。然后推广就恒顺众生，他有亲疏啊，有远近啊，这一个字我们在讲习当中过去曾经讲过不少次啊，是中国文字里头的大宗持法门，对，用佛法来说，啊，大宗持法门呐，一个字，把中国古圣先贤的学术全部都包括进了，啊，也把诸佛如来所摄一切法这一个字也包括进了。啊，所以它是真正的大宗持法门。表现在四相上，顺，无有不顺，顺就是随顺法性呐，这个孝是法性呐，随顺性德。那就没有不通的啊，凡夫跟圣人啊，这个圣人最低的一个标准，原教初住菩萨化身大士，他们随顺心得了啊，换一句话说，普贤十愿他们全落实了
在我们凡夫地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认真努力学习啊，我们也希望在这一生当中齐如这个境界，行不行呢？答案是肯定的啊，你一生当中决定做得到啊。怎么会这么肯定呢？善财童子做了榜样给我们看了啊，善财代表我们的啊，换一句话说，他一生能成就，我们这一生也能成就啊。问题，你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明白这个道理是知啊，正知而后才有真心。你把这个道理要是搞得不清楚不明白，你怎么能做到呢？啊，你必定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啊，你不会随顺孝道啊。啊，随顺孝道在佛法里面讲就是佛菩萨了，化身菩萨了。啊，孝道是法性啊，孝道是自然之理，天然之理。那怎么能否定？深广没有边际。啊，所以真正通达明了的人心量脱开了。我们生活在世间是不是为自己呢？不是的，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才能成就。为自己不能成就，为自己增长我执，增长身见，那个麻烦了。身见我执是六道轮回的根，你怎么能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如果你有我，我的家，我的道场，这都麻烦。这是轮回心啊，就是学佛也是轮回业，出不了轮回啊！多少学佛人出不了轮回，道理在此地啊，因为他用轮回心啊。什么时候能把轮回心转变成菩提心？菩提心是觉悟的心呐，轮回心是个迷信呐，迷惑颠倒。觉悟的人生活空间大啊，净虚空变法界是我生活空间，迷惑的人生活空间小，他执着这个地方是他的家，这个地方是他这个乡啊，他只爱他自己的家，只爱自己他的乡啊，其他他都漠不关心的，他的生活范围很小啊。觉悟的人知道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对，生活空间大了，心量大了，量大佛大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赞佛啊，佛慧二足尊呐 啊，为什么他量大？他知道虚空法界是自己，虚空法界是他生活空间啊。所以你看我们在佛经上看到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他不是住，我们凡夫是住啊，哎，你住在哪里啊？那个一住了范围就小了，
佛没有住的，佛在。为什么虚空法界都是他身后，他在哪里？那一个字意思很深呐、啊。啊，我们今天也问的是，哎，你住哪里？啊，对佛、对化身菩萨，绝对不是用住，你在哪里？啊，我们是凡夫，我们也有相当深度啊，其如经藏了，了解这些道理。那至少我们今天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生活的空间是整个地球啊，整个地球啊，也就不能问你住在哪里了，哎，你在哪里啊？这个意思希望同学慢慢去揣摩啊。下面佛是教训我们，甚莫举恶意相思，小心谨慎啊，不可以啊起一个恶的念头对老师纵然见到老师有过失都不可以啊。为什么呢？老师过失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我们是凡夫啊。高境界的人往往有视线啊，他那些视线呢，通通是教训，决定有一类的众生从这个地方呢感动觉悟啊。我们粗心大意不知道啊，这个是。细读五十三参就明了了啊，因为觉悟的人没有私心，没有自私自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为利益众生，帮助众生断我修善，帮助众生转迷为悟，帮助众生转凡成圣啊。他到世间来就这么一桩事情啊，众生根性千差万别，他的视线也千差万别，我们不能执着一啊。譬如这个茶杯盖啊，我们这样放在这边啊，这个老师对这边的人说这个盖凸出来的，我们再听点头没错。对这边人说不是，这盖挖进去的，那边人也点头是的。他说的没错，对象不一样，你们看法不相同啊，都没有说错啊，都没有做错佛经里面像这些教学太多太多了啊，这里头绝对没有矛盾，你要细细去观察，你才知道佛教学的善巧，你才体会到高度智慧下面佛举个例子，举个比喻，恶意相思有多么大的过失，恶意相思是恶意向佛、向法、向比丘僧、向父母无益。这个话说的重了，
佛法僧是三宝，世出世间第一书生。那么现在人如果念了这一句，往往也是粗心大意，念过去就算了，体会不到这里头的意思啊！什么原因呢？现在佛法僧在社会上不受尊重。现在讲父母也不受尊重。忤逆不孝的儿女在这个社会上太多太多了。真的是儒家所感叹的，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家国不国。现在是大乱之时啊！可是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三宝是人天眼目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佛家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只有闻佛法，才有了生死处三界的机缘。这个太宝贵了，这称之为宝啊。佛是能行能说之人，法是佛的教戒，比丘僧是能信能解能行之人。这个话是佛在世讲的，佛在世追随佛陀的学生确实具足了信解行证。这是真正的比丘僧跟我们末世比丘大大不相同他们真的是宝确确实实当得起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他当得起古时候中国印度都讲孝道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没有两样现在人不懂了不但做学生的人不懂做老师的人也不懂什么原因呢把古圣先贤的教育舍弃了所以落得今天这个局面社会动乱不安，人民受苦。
无论是富贵贫贱，都受苦难了。啊，不是说啊，只有贫贱人受苦啊，富贵人今天他们所受的苦，绝不亚于贫贱人。贫贱人在物质生活上受苦受难，富贵人在精神生活上受苦受难，通通都在受苦。啊，追究其根本原因，就把圣贤的道德教育丢掉了。啊，今天在中国，啊，江泽民主席提倡以德治国，这是觉悟啊，这是从苦难当中清醒过来了啊，给这个社会给这个世间带来了一线光明啊，是非常值得鼓舞欢喜的一桩事啊。佛在戒经里面告诉我们，地狱里头最重的是阿鼻地狱啊，阿鼻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间地狱啊，就是说这个地狱受苦没有间断啊，日夜都没有间断，从堕地狱必须你那个卧报啊报尽了你才能出得来，你的卧报要没有在里头报尽，你就出不了这个地狱。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恶业有多少呢？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所造的恶业，业系种子都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是个大仓库啊！堕到阿鼻地狱，你阿赖耶里面所有的那些恶业种子通通在地狱受报。所以为什么地狱寿命那么长？啊，佛在经上常讲啊，无量劫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啊，这个世界坏了，他的罪还没受完啊，怎么办呢？辗转到他方世界地狱里面去受罪，他方世界坏了，再辗转到他方。最后这个世界又形成了，可能又转回来，麻烦大了。所以无逆罪造不得了啊，无逆这是一切罪业的最重的，杀父亲杀母亲第三呢，杀阿罗汉啊，阿罗汉是世间道德之人呐，善事啊。第四条呢，彻佛身学，
第五条呢，破和合僧，挑拨见利。啊，把这个学习的环境破坏。这五种罪业，只要犯一条，果报就在阿鼻地狱。这个事情麻烦了。阿鼻地狱罪受满了之后，那不晓得多长时间，再堕恶鬼、堕畜生，因为什么？你还还债呀。所以最后佛的两句话，天所不服，地所不在。啊，你堕的是三途恶道里最苦的地方，啊，阿鼻地狱。人生在世，何必要造这个恶业呢？啊，特别是对父母师长。我们凡夫不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有意无意在造作，这还得了吗？非常可怕。佛所讲的，我们决定要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本分虽然如是，但是今天世风日下了。礼崩乐坏，师道没有了，确确实实，像方东梅先生早年讲的话。我跟他见面头一天，他告诉我，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道没有了，教也衰没了，佛晓得，晓不晓得？晓得。所以佛借着底下一大段，要给我们开示，四生之行持。啊，四生之行呢？这里面分两段，啊，第一段莫视行恶。第二段呢，应何所求？我们接着看经文。观末世人，诸恶人辈，不忠不孝，无有仁义，不顺人道。所以世尊生在三千年前，对我们现前社会状况了如指掌。啊，你看他这一句话，观末世人，末法时期
就是现在啊。啊，观他清楚，他不是不清楚啊。三千年前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啊，几个字真的说尽了啊，诸我人辈我们仔细要想想我们是善人还是恶人？观察一般人，会观察的人，立刻呀回头看看自己。啊，你看到别人不善，立刻回头想想自己怎么样。我们在这里面就学到东西了。啊，不可以随着外头境界转。人家不善，我也不善，那就错了。人家堕地狱，你跟他去了。佛在此地举出几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总纲领，不中。什么是中？啊，我们看看这个字，这个字是会意啊。啊，你体会这个意思，中是什么呢？那个心放在当中啊。你处事待人皆无偏心就不中了。你有邪念就不中了。中跟诚的意思是一不是二。忠诚啊。啊，曾国藩先生解释那个诚的是一念不生谓之诚。啊，那说个实在话呢，一念不生这是中。中不容易做到啊。啊，那中是什么？简单讲，中是真心，稍稍有一点偏邪妄心，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到底用的是什么心？啊，佛把这个放在最前面。用的是妄心，用的是虚情假意。欺诳众生，也欺诳自己，所以自欺欺人。这是不忠啊。啊，如果就思想上来说，一般呢，这个忠是对国家讲的。国是以国家领导人为代表。向什么人尽忠呢？
国家领导人负责任呢，管理这个国家了。所以孔子讲得好啊，他的职责有三桩事情啊：做之君，做之亲，做之私。国家领导人呢，他的天职啊、职责，这三桩事情啊。君是领导，你把这一国的人呢领导到哪里去，他要负责任的啊。做之亲呢，古时候人常讲啊，君是民之父母啊。他看待这个人民子民，实在讲啊，比现在民主好啊。你看君主那个时代，皇帝是什么什么人呢？我们的父亲呢？你想想看，是父亲照顾儿女周到，现在是民主，民主是公仆啊，还是你家里佣人照顾你周到？不一样嘛。哎，民主是什么呢？佣人当家，君主是爸爸当家。你去想想这个味道，到底是爸爸负责任呢，还是这个佣人负责任？啊，多想想啊，我们头脑就会清醒一些了。啊，所以从前代表皇帝管理地方的，像县市长的父母官。你不爱百姓怎么行呢？那你的罪过就大了，你失职啊。所以你要养育人民。啊，第三个职责呢，老师，你要教化人民。啊，养而不教，错误啊！养不教，父之过啊！所以，你一定要选择好老师，帮助你教化子民。啊，哪些人担任老师的职务呢？孔子、孟子、释迦牟尼佛，他们来担任教学的工作啊。他们对国家领导人尽忠啊。啊，国家领导人对全国子民也是尽忠啊。啊，就是彼此是真诚相待啊，这个忠就是真诚相待啊。啊，末法时期这个字没有了，都是偏心，都是邪心，都是自私自利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啊，忠没有了。啊，不孝，不孝是对家庭讲的
啊，所以把过放在第一，家摆在第二。啊，家里面是以父母为尊，所以孝为先。啊，国家是以领导人为尊，所以忠为先。对父母师长不孝，啊，师长的恩德跟父母相同。古礼里面我们读过啊，啊，最明显的地方称名。古时人跟现在人不一样，啊，古人的名字叫名讳、忌讳，不可以随便称名。啊，如果是连着现代名字称，那是骂人，那是侮辱人，没这个道理的。啊，即使是皇帝对待他的臣子。都不称名，称他的字啊？为什么？彼此尊敬嘛。自己对皇帝呢称名啊，这是对这个掌上的尊敬称名啊，别人不可以啊，但是只有什么？父母一生成名，老师一生成名，你看看老师跟父母地位平等的、啊、皇帝都不成名，皇帝要成名是什么时候犯罪了啊，你犯罪的时候应该要判刑罚的时候这成名啊，这很明显。那么第二个明显的是丧礼啊，父母过世守丧三年呐、啊，啊，老师过世心丧三年啊，跟对父母一样，差别在哪呢？父母有孝服，老师没有孝服，心丧三年。啊，这跟佛法讲的相应呢、啊。佛法讲，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啊，老师跟父母恩德一样大了。啊，现在人完全不懂了，不孝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Thank you.